爱心罗小组，爱心罗小组的。在我们这个凉爽的天气里呢，他们带来一点和风的气息。那他们是民生社区文化工作队，同样由玉碧年老师来指导。他们是103年成立，由一群社区客家妇女及爱好客舞的乡亲所组成的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就欢迎他们所带来的这首《东京朋友》。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你是超级棒。也希望你们呢，在报道上也不要做一些批判，谢谢。也希望你们呢，在报道上也不要做一些批判，谢谢。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是超级棒。谢谢他们带来的可爱的演出。
就是我们民生社区大家第一次有乡亲说要来敲爱心锣，非常的感动。谢谢我们这个方面，今天第一次好是，如果有要来敲爱心锣的，我们欢迎的，这随时的。谢谢这个，谢谢我们的黄月儿长辈。因为我会说马上出来耶。你放箭，我不屑。你放箭，我不屑。我才可以在这边睡。他是他们自己要照的，你现在别人在照相，你拍他们干什么？对不对？人家是有肖像权的。OK， 谢谢你。公开活动讲了吗？公开活动我们是大会，我们有权利可以邀请哪些人可以来摄影，哪些人不能摄影。如果你现在的影片如果拖到网上，我们可以主张，因为这是我们是大会主办的东西。乡长交代你，谢谢你。乡长交代我是裁判，我是会场管理，你可以针对我。你终于要交代了吗？不是，我是会场管理，我用我的管理的权。大会报告，我们跑到紧接在后的是桃园区卓溪乡、海端乡、卓溪乡、海端乡以及延平乡。大家都不要为难，好吗？可以吗？画面够了吧？好，现在进入最后一圈。对不起，我们禁止你拍摄。大会报告，我们大队接力是禁止。警察，我不会找警察，这是我们的场地，这是我们的场地，我们禁止你摄影，请离开。对不起，你可以在这边观赏比赛。乡长交代的是不是？不是，不是乡长交代，一点。大会报告。跑道上现在马上要进行的是射男组800公尺的决赛。你为什么不能摄影？介绍到此。我们有权利。第一道信义乡。你自己的所作所为，我们都有听闻过。我们在网络上也欣赏过你的大作啊。第三道，我们这么会卓溪乡，好吗？第四道，大家互相。桃园区，这不是自由。第五道。桃园区，我们大会，我是大会的会场管理，我来。海端乡，第八道，卓溪乡，谢谢你，好吗？大家一起帮忙。所以先生，你到底要怎么样？我现在怎么了吗？你现在如果啊，我们达成一个协议，如果你躲在一个角落，我没看到你，就这样，好吗？喂喂。你可以